既然这样，我的主力就舒展舒展筋骨吧。这个独眼守城，哎，还差一个，差一个换。哎，狮子也出来，哇，我这才是我的主力部队，看见了没有？这才是我的主力。哦，先收，我们去收拾他。就是你玩这个玩得很顺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电脑也不强啊。但是如果你玩的派系很差，你比如用地狱或者是用一些不好用的将领，敌人他个顶个来打你，这是不主力。现在其实才2个月啊，这索爷，我看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人不少，给我送章鱼哥的，我不打扰，我先把你干掉，给我送章鱼哥的是吧？哇，这不能死那么多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你是真会玩啊，来个减速吧。你是真会玩啊！你是真会玩啊！我怎么说你啊？你是真会玩啊！往死里喷！哎呦，还给他套火盾，我真有你的！哎，蛊惑了，我把天使蛊惑了，天使的蛊惑了，来来来，复活！天使蛊惑了啊，我锤他！把你蛊惑啊！好了，没有蛊惑，直接出来了。哎呦，套活动呀、啊！不开始不用那个丧心病狂了。哎，这样我谢谢你来串。哎，你的活动白套了。这时候来个重生。哦，铺天盖地的章鱼哥，来喷掉，根本难不倒他。好，80多个了，夺心魔大军，我们就是至上真神。嗨，你这个小大本营，那不随便打吗？这个夺心魔蛊惑不是看概率啊，他是看那个，就是他生命值越高，他这个数量越多，蛊惑的生命值越高。就是你把它分开，它反而蛊惑不了。哇，这，我天呐，这还有高手，还有高手。哎呦，这是怪物啊！我天，我投降不了。等一下，我缓一下，我没看到。哇，天呐，这个是什么怪物啊！我天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呦，这怪物啊！我天呐，先别打我，先别打我，哎，先攻城，哎，你啊，哈哈，哎呀！啊哈哈！干嘛？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，他魔法厉害啊！他现在只是放了一个减速而已。其实他还有很多高手，他还有高手。等等，不急，和他来一轮。咱攻击太低了，他防御24，咱一点攻击，你怎么和他打？哎呦，这还有高手啊！我是低估了电脑的能力啊，还有高手，还有高手哦！咱38个牛头人一下子砍不掉他一个恶魔啊！我，哎，咱98个斜眼干不掉他一个恶魔啊！哎呦，怎么投降不够我的钱？来把他石化。哎呀，这是赔底儿掉了，我天！他没号角的话，这局输不知道怎么输的。
咱八个能干他一个，能投降吗？五就五万五，五万五。算了，不玩闪电了，咱们我看了来个火雨，这样咱们烧三个，咱们来喷马格吧。哎呀，你这十几个不，哎呦，这仗没法打，这钱一够咱投降，这种仗没法打。哇，你这，哎呀，我斜眼啊，我天！现在投降了吗？现在投降了，赶紧走！啊 ，no， 坏了，战争枷锁！天哪，完了，完了，老马呀，哎，完蛋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坏了，啊，天要亡我，怎么办？那电吧。没事啊，咱不一定输啊，咱人比他多太多了，咱人别都太多，咱们这么多牛哥呢，来锤他，哎，我报厄运啊，我没事，咱不一定输啊，打他，来实话，哎呦，怎么蒸发的这么快？没事，咱蓝量充足，来电他。我看一下啊，来，不一定输啊，不一定输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我先骗个反击，我还骗个恶魔反击。哎呀，招猪！哎呀，我这是打个毛啊打，还妄想着能赢。哎，抗魔大法，他还是高土，哎呦，他魔免了这个恶魔。把这狮子打醒，做他，哎，麻痹啊，行，还一个，没事，牛哥，哎，我先消耗一下，没事，咱二十个狮子，没事，咱二十三个打，哎呦。哎，不招元素了，哎，你要点脸吧，兄弟。哎，要点脸好不好？啊，他蓝不多了，可以，能赢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啊，还真的不，哎呦，麻痹。啊。fuck， 好了，全军覆没了，行了，三个月攒出来的家底一个没有了，结束了，全军覆没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全军覆没就是，你有战争枷锁的话，我赶紧的，我现在就干你，我天哪，我气死我了，我天，本朝自开国以来没受过这么大的耻辱。哎呀，这个老索爷，我，哎呦，我天哪，这你摆我这道是吧？我先废一下，我先把他打来。哎呀，先进去缓一缓。哎呦，这不安全了，你这行了，妖魔鬼怪都出来了，现在群魔乱舞，我看能不能再把那个代码地码买出来啊？他防御差23点，他根本打不过啊，就主要是被那个数值压制了啊。你还活着，你赶紧的，现在的部队都被你送光了，我再把你们临危受命吧，临危受命啊，现在土木堡之变啊，我赶紧的，土木堡之变，我天哪，送光了，我赶紧守城啊，完了。这土木堡了，我天，
快快快快，把他老弱病残都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。哎呦，天哪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一直优势在我，没事没事。先把这城守住再说。哎呀，时空之门，我天，这皮克杰姆，哎呦，来了来了。他从哪儿去？能麦林德跑哪儿去了？跑从这边跑了是吧？我偏要追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追上，把你干掉。从这边应该是在这儿啊，这麦林德，你离死不远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彻底被冲昏头脑了，我现在头都要裂开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缓一下，缓一下。我找他老家。哦，咱顺着路下去。哎，他看见他马尾巴了。我你离死不远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城市铁定守不住啊。哎，跑也跑不了，跑也跑不了。这给他吧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一浪毁所有啊！打游戏不要浪啊，一浪就全死光。我看见他麦林德了，麦林德交兵了。哎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不要了，你这个臭塔楼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有后勤，我追不上你，我告诉你，回来了是吧？这不是他，他人呢？这只是个小小鱼小虾，他人跑哪去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先休整一天。这倒不打紧不打紧，咱老家不丢行。哎呀，他跑了，咱没有关天，应该在这旮旯里啊，这个犄角旮旯里，我先过去收拾你。应该在这片啊，那麦林德应该他大本营在这儿。啊，他不是绿色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那麦林德是绿色呢，我报不了仇了，我不是这儿啊。先把这个打下来再说吧。哎呀，都是死夺心魔，死就死了。麦林德，你他妈人呐！麦林德人呐！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他马不是马不对，应该在这片啊。咱们先上这边来收拾他，接着加紧研发时空之门。哎呀，还是不会呀、啊。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？这儿研究一下，资源不够啊，等着吧。哎，夺回去，夺回去，夺回去啊！没事，我麦林德在这儿。哎，我看见你了，我先把你收拾掉。蓝色，蓝色，把它收拾掉。我看在哪儿啊？麦林德出现了啊，在这里啊，从这边上去。直奔他的四轮车，我先这样走路过去之后，然后再飞行。还是没追上，没追上不要紧，我有这个后勤，你跑不过我，这都不要紧啊。我看这个人不多，激烈的北京保卫战开始了，我先出去挫他锐气啊，这个不至于还有战争枷锁吧？我先把你收拾掉。他怎么会打不过呢？我的人我不少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打谁打不过啊？就这么点人我打不过呢？这怎么搞的？打不过啊？你开玩笑是吧？先炸小巨人，我这笑话。哦，你有连锁闪电，那我不打扰，我走了。哎呀，真头都要炸了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心态崩了，我天！哎呀，心态崩溃啊！这年轻人的破防，他总在一瞬间。他不敢攻城啊，你开不了这口。
你跟工程你根本攻不下来。他主要问题是咱这个艾玛他不会吐息啊，他会个吐息的话还行。我还能不能直接追上，我看一下，我这样我上面直接上去，这我们现在这儿现在走这个过去啊，然后我就直接走路。没事，他明天就把他追上，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买点宝物傍身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抢钱啊，你来买个这个吧，至高法师王冠吧。行。嗨，守城你，守城你就不用开这些没用的玩笑了。我来火雨，哎呦我的龙啊，他是不是有黄金弓啊？伤害怎么这么高？哎呀，出去喷他不行啊，92，我要去喷他11吧。这个攻防低啊，这个攻防低，好办。我把你送走。哎，没蓝了是吧？啊？刚才放闪电的时候是不是挺爽？现在没蓝了吧？哎啊，铁人被麻痹啊！我天，真好啊，麻痹啊，真是麻痹了这铁人！我天啊，铁人被麻痹了！哎，麻痹！我也想说这句话，我天，不让你跑掉。哎，看见你了，跑不了了，小子啊！切，哎呀，你跑不了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哎，赵元素从娃娃抓起是吧？你跑不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真的跑不了了。章鱼哥乱跑，他兵不多了，被咱的主力消灭了不少啊。咱不得不说咱消灭了不少人啊。好，慢慢飞上去吧，来。哎哎 no no no， 哎哎呦你真脏啊，我说你这脏逼啊，你真的僵尸是吧，你脏脏逼。哎呦呦，没完了，我靠，你这真恶心啊，我恶心啊，我都嫌恶心。哎，招元素好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被催眠一个他跑不了了，他本来就跑不了，这倒不打紧。我来来来送人头，我靠，我看啊，这个主力损失了不少，串场。别再给我上疯狂了，哎呦！哎呀，真是吃大便。战争枷锁，先知剑，哇！来，守护神之盾，来枷锁带上，一个都跑不了，我告诉你。这个城先不要了，让他守这个，来上班吧。让麦林德前来上班。
哎呀，这个咱不得不说啊，这个女巫的技能树它就是差劲啊，高级弹道，高级学习能力，哎，哎，这技能好一点啊，他其实不厉害啊，他甚至连时空之门都不会，他不厉害啊，你也不会学术。来，要这一个图书馆，咱耿娜没看见。来，把这萨利尔小贱人处理掉。我现在黑化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打谁都是一鼓作气。没事啊，这好像一共就这几个城啊，快了啊。兵得买一下啊，这地方很容易丢啊，咱们不买一下，这样应该没啥问题啊。说什么得买一下，又来一个啊，又来不怕死的。来，有夺心魔工程随便，夺心魔随便打。自动战斗是不是不加夺心魔？还是死了19个，这复活了19个？时空之门，出来吧！好好，哈哈，我没想到他真的出来了，哈哈哈！哎呀，他也得出来了。我研发多少啊？我花那么多钱是吧？总该得给我点效果啊！啊，现在什么不出啊？乌鸦城，先回乌鸦，先吃个漩涡，来教一教。还是这个地马厉害啊！还是艾玛比这个麦琳德厉害啊！他就属性高点，他属性怎么这么高啊？你看咱这12级了，这么点属性。湿地城，还是让耿娜亲自过去吧。这个林德回来吧，林德大叔回来吧，林德大婶啊。上这边上来，这个还没过去，哎呦，有点伤。行，结束。叉子，我想给这个麦林德啊。哎呀，这后勤他走的就快。先在这等着啊，等那个戴斯回来之后再做商议。他就没个人会个透视大这观天嘛，真的，哎呦，来，他都不会，观天是不好出啊。对呀，这局总算是要接近尾声了。夺心魔多余的就留家守城了啊，我万一呢失手，要谢谢你玉兔啊。夺心魔窝里斗，哎，还治不了你了，我来闪电。哟，这个啊，这个人还没走，还没走就好办。哎呀，先在这待着吧。
哎呀，这不敢再走了，再走又是个土木堡啊。这麦林德带大部队出去啊，我现在是不敢一个人出去了，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。怎么又死五条龙？不行，咱走到哪儿把那个夺心魔放到哪儿，这样的话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啊、哦，你又内向爆裂啊！你们人均内向爆裂是吧？哟，这东西，哦哟，这个也是个高手，也是个狠人，不过他跑不了了。我甚至还能给他专门回一下。哎呦！章鱼哥病毒出现人传人现象，我看哪个章鱼哥死的比较多，五个、四个，来活这个。啊，哎呀，项链儿！哦，我说怎么不给我放闪电了？他弄下来，有时候不吃也不是啥好事，他给你放内向爆裂。不战了啊！现在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，咱们先不战了。咱们上去先把这个塔楼给消灭掉，应该是没城了，应该就这几个城。哎呦，老痞在这儿啊，老痞！哎呦，那，哎呀，不敢出去啊！我这个地马，这80个多心魔倒是可以。咱下周一出，再御驾亲征，不信了啊！下个月咱们再去。哎，这个狗东西没看见，这狗东西没看见，这狗东西带多少人？小杂兵啊，这没看见啊，主要是刚才没看见。这个城里面有28个戟兵，得把它买出来。收拾个飞锐，那是易如反掌，杀他们易如反掌。好，现在就剩褐色了啊！塔楼还真厉害啊，这个皮克杰姆我觉得很强。麦林德，你赶紧回去了，麦林德赶紧回去吧。我看那麦林德回去也守不住，这个城早晚得丢。哎呦，咱们远渡重洋，先去收拾他。哎，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啊，咱们直插腹地，让这个艾玛过去。好，你重新启用啊，我现在重新把你征辟出来啊，给我长点面子啊，不要再全军覆没了啊。当然，你也不可能再全军覆没。好，不要再给我全军覆没了啊，你去把他打下来。从这边上去，哎，直接从这地狱这边过去，哎，踩个马厩，好走，哎，这样一分工的话就很合理啊。这个麦林德回去我看能不能守住吧，那泰坦有点多，但是呢，咱不泥捏的，咱有这个内向爆裂，就是没有宝物，这边已经安全了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还弹道术啊！你挺厉害啊，还一个，哼，没用了。哎呦，哦，分了两个，你是真会玩啊！来，九头守国门。没事，我尽可能的消灭他的主力啊，咱们就不动啊，哎，咱们就内向爆裂干他。
哎，我就不动，我就不动，哎，我就还能耗你一次攻击，我就不动。哎，我再来一个，还能来一个，我看打谁，打恶魔。哎，这不还有这个，算了，这样。没事，我还有蓝，还有蓝，没事没事，我还能再撑一轮，没事。完了，把我吓死，来吓死，哎，搞定，哎，好好好。好了，没有机会了，结束，干他不少人啊，不亏。好，戴斯也死了，但是，我告诉你。你已经要完蛋了，应该是从这，应该是在这边，在这里。哎，我先把你打掉，再打他，死34个，啊，行，34个，好，索姆拉被干掉，我看，哦，在这儿，哎呦呦呦，转世重生，行，行，可以，走，在这儿是吧？我再等你一天。我看这皮克杰姆应该会顺着网线上这儿来，然后咱们直接一个时空之门在那里等他，哎，用兵如神，艾玛继续偷城，我就怕到他城门口他一个时空之门回来咱又没了。嗯，不要紧，他80多个夺心魔不要紧。哎，你看他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哎，他用兵还是不行啊，他不会用兵，他不会用兵，直接带，就不用带夺心魔，咱走到哪儿把夺心魔放到哪儿，这样咱们城里也有守军。来这个，来吧，哎，我走。好好好，若是我用兵则断不会如此。好，哎呀，这牢皮是真强，装备不少，但是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，都在我的计算当中，有条不紊的进行。哎，行了，你已经没成了，小老弟。哦，再一个地狱没看见，我星际玩家，我怎么能没看见呢？这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他的步数不够，哎，要是步数够的话，他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步数够他也不要紧，我在里面放了一些夺心魔，他还是没戏。我先过去把这个东西料理一下啊，要那个，那就还两个城啊。咱们从这里直接飞上去也行，从这里飞过去也行，咱们从这个固压城直接飞过去。你给我个异次元之门的更好啊。啊，行，有了。哎，有了。有异次元之门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啊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能不能打仗，你打仗能不能厉害点，他只是一周的兵，哎，你怎么死这么多人呢？又中他地雷了，很显然是踩雷了。咱这么多章鱼哥没事，他只是一周的兵，没事。好，搞定。哎呀，行了，他这个应该会过来送死。飞，飞过去。
没成了吧？啊，送人头吧。哟，来送人头了啊！哎呀，尼拉又输了。啊，魔力。好了好了，你终于没咒念了是吧？来搞他，躲这儿去了啊！躲到这儿来了。好，我再走一步。好，飞！哎呦！哎呦，还监狱！哎呦，他最后了，把这魔多放出来了。先干你，我再打你。好，这还有个漏网之鱼，罗达哈特。结束。哎呀，这局要没深渊号角的话，土木堡之变之后就亡国了。结束。